睡着了。妹妹。那抽血报告的话还没有全部出来，所以细菌感染那个部分，那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有做细菌培养。那那个报告的话，至少要等3到5天，因为你要等细菌它会不会长出来的时间，所以它需要那一个等待时间就是了。那我要睡觉了，对啊，睡觉就好了。我快摇醒，不要给他摇醒啊你。尿布。保温箱一个多少钱？啊？保温箱一个多少钱？拿回去，蛮乖的。哎，那他是多重？来，来看你吧。上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一下后面。最近录音，小。你头还是下去一点。真的。对。里面蛮温暖的耶。嗯，他在睡觉，睡得好熟啊。想给他贴了给龙佩看。那为什么还是零呢？等它慢慢慢慢的，对。好可爱哦！哎呀，它嘴巴有在动了。那个已经画好了，已经画好了，说上面的那个嘛，对啊，吃到甜了。帮忙帮忙哈，小朋友目前的话喝完一天要两次，待会儿今天是晚上9点，那待会儿喝完课的时候，因为他今天已经洗过澡，待会儿课的时候我用那个搅拌外面的时候，你一下等一下稳定一点，泡出来我们就可以摸了。这有确定明天没有听说有这个老师，那确定啊？会知道他是几号的好，所以你是自费住院。哦，好，那。我是接触不良。嗯，对啊。欸，他会抓他皮肤哎。会啦。对呀，这么小就会。皮肤很细嫩。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所以他有用那个生理食盐水。好可爱啊！他都不会闹哎。在睡觉。他以后很好带，不要在他面前叫。嗯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好的，哎，眼睛张开了。睁开，哦，好大哦。眼睛张开了，怎么大小眼？但是因为一只眼没有睁开，黏住了。大小眼。
他都不会闹哎。那算健康哦。健康。他没有黄疸什么。黄疸不会那么早出现啊？不会哦。对对对，它在刚出生二到三天才慢慢出现。啊，是的哦。嗯，这么早出现就是不正常。哦，跟黄疸很像。呼气，要睡着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行。起来啦！眼镜怎么粘起来 ？Hello， 起床了，起床。我没有站，你有站站着尿度吗？目的也看看，我吐了，这个不吃哈，不吃嘛不好，有啦，是十 CC， 拍给龙飞看，那个嘴巴很大。那手为什么绑那个东西？嗯。嗯。那手为什么绑那个贴布啊？你出来的话，嗯，目前量比较少，可以。爸爸刚好洗手了哈，有好，那给你按摩了。你是自己的东西。哦，没事，还可以跟我一起。冰箱装的还好，那水温是正常的。那因为你今天回家那个小天。没有哎，所以我有帮你把母奶那个奶瓶，然后下次回去的时候再过来。我以为今天回家那个小天。膝盖啊！小孩子那么小。